接下来带你来看朵兰国小在今年所举办的班级特色以及学生才艺表演活动，包括三年级小朋友上台演出英语话剧，还有原住民同学带来森巴古及原住民舞蹈，呈现多元的教学成果，带你一起来看看。 国小三年级的小朋友上台秀英语，每个是自信满满，让老师很有成就感。 Today, my students at Dunan Elementary School are going to sing and perform for you. And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to teach these students. 杜南国小有1/5的同学是原住民的小朋友，当然也带来了这支原住民的舞蹈表演。 外籍老师进来，然后有英语教学成果的展现，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音乐课程，还有舞蹈教学，非常的热闹，那还有我们原住民舞蹈的热情展现，那还有幼稚园的整体的表现，我们觉得是提供学生一个很好的舞台，让他们上台去表演。 小朋友们为了表演，可都下足了功夫。我们练的是个跑早操，练了2个礼拜，真希望我们的成果可以很棒。谢谢表演之音，今天的表演我觉得今天的表演很好看。家长们看到自己的宝贝登台演出，也都相当感谢老师的教导。我们尤其在我们原住民这边，刚我有看到这个森巴鼓这个表演。 蛮不错的。校方很感谢来自各界的支持，让学生们的表现是越来越好。金融新闻蔡小军采访报道。